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咧喺呢一个嘅意大利嘅 Diamond Her， 咁啊 Steven 喺度啦，我喺度啦，而阿 Eve 咧炸鸡，炸鸡都喺度嘅。咁今次嘅旅程我哋过咗嚟几日啦？七日，数日历就七日。三四主观感受上就，主观感受好似喺度成个月咁样样，即系我哋日日嘅行程，你又可以话系好紧密，因为喺个学习上面或者系接受知识嘅冲击上面咧好紧密。但系你又话可以话系好 hea， 因为我哋都有好多时间喺度游嚟浪荡，周围参观去试唔同嘅嘢。咁当然亲身过到嚟，你经历过噶啦嘛？我第三转啦，嗱，你就一次先，听你讲多啲。我觉得诶好爆嘅，同埋有啲嘢都唔知翻到嚟用咩方法 share， 即系因为嗰种经历系好唔系一个地球，或者唔系话所谓学嘢就嗰种感觉，唔系纯知识嘅吸收，系有其他嘅东西诶好启动到未用过嘅一啲感知啊，亦都涉猎咗一啲。不知邊度可以出現的知識，但你聽完又覺得係喎，唔怪得啦。特別是老師有講到靈魂結構，係啦 ，structure 靈魂的結構啦，譬如究竟咩叫做不同的時間線啦，咁居然是有咁用腦啊 ，even 你想用腦都聽得明白的所有解釋。咁希望翻到嚟之後，俾翻啲日子，俾翻時間我哋，可能在不同的集數入面，我哋可能逐一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多啲，亦都急不及待將呢度嘅學嘅 energy， 我哋可以帶到翻香港同大家分享咯。好，咁啊，下星期新地球事務所第八十集先見大家啦，拜拜 ，ciao。